定能够得到职业民政的地位，才能够听到我们中国青年发言。那个派了很多的中共特务到那个盐井公馆去工作，所以盐井公馆的那个很多部分都被中共特务那个占领的，所以中共特务的一个就是基点了吧。那么毛泽东跟日寇主动勾结是什么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呢？实际上从1936年开始就有这种计划。抗日战争表面上有这么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毛泽东心里面跟中共的战略部署一天也没有忘记推翻国民党的这个政权，所以他要利用一切力量，包括日本的力量。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华大地上，日伪、蒋介石、毛泽东上演了一出抗战三国杀。日军侵华，铁蹄踏破中国的半壁江山，蒋介石的国军惨遭重创，抗战中死伤达380余万人。在延安的毛泽东则趁机扩充力量，中共的根据地和军队的数量呈爆炸性增长。抗战期间，中国形成了日军控制城市、中共控制乡村、国府退守西南的三足鼎立局面。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了3年惨烈的内战，经过恶俘遍地的长春围城和死伤惨重的三大战役，毛泽东成为最大的赢家，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立政权。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中共建政以来，关于抗战的官方叙事是中共建政并巩固合法性的舆论支柱之一，长征被宣传为北上抗日，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裕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期间中共和日军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连日连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官方叙事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1937年8月13日，中日百万大军在上海进行了惨烈的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浴血苦战3个月，终于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上海市区除租界外全部陷落。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这无异于一场梦魇。蒋介石最后退守重庆，陪都日夜惨遭日军狂轰滥炸，繁华的市区大半化为废墟，血渍遍地，火光流天，惨都之状罄竹难书。中国半壁江山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废墟与火光之中，民众在死亡线上痛苦的挣扎。日军侵华给万里长征逃向中苏边境的中共苏维埃政权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嘹亮的抗日歌曲在延安上空激荡，动感的秧歌腰鼓在广场上尽情挥洒着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根据地的抗日豪情。
南泥湾的大生产以及边区的鸦片贸易，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带来财富与利润。从临汾运城机场起飞的日本军机，不断地对西安、兰州等城市进行轰炸。然而，日本军机却对附近的抗日根据地延安视若罔闻。日军为何不轰炸延安呢？远藤教授，你好。你好。我们非常高兴能把您请到我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谈你写的这本有轰动性影响的新书。欢迎你到华盛顿。谢谢您。啊，我想首先问你一下啊，这个你这本书它的名字，中文书的名字呢叫做《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那么它的日文的书好像名字和这个不一样。嗯，对，日文的名字是用日文说的话，毛泽东日本軍と共謀した男，毛泽东。就是跟日军勾结的男人，这样的那个书名儿。但是那个翻译成那个中文的时候，就出版社改了。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在日本的反应怎么样？反应的第三天，出版的第三天就没了，所以就立刻增印了第二版，然后用不着一周。又没了，所以又增印了第三版，等等，就是一个月以内一共出版了增印了五次。你有那本日本的原文书吗？在这儿现在带着呀、嗯、现在有。这是这样的，这是日本的原文书。对，我还能认识几个字啊，毛泽东日本军共谋的男人。对，日本军进攻感谢是什么意思啊？对，毛泽东感谢了那个日军，进攻了中国。中国研究的第一人者是什么？是我的事情。他是？他指我。是。就是。在日本研究中国的第一把手。第一把手的意思。哦，这个评价很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日本福祉大学教授、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玉，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与日本间谍回忆录，写出一本新书《毛泽东与日军合作的男人》。书中揭露延安派遣情报人员主动联系日本设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向日军提供国军情报，并设法与日军达成华北停战，以期联手抗蒋。美国明镜集团2016年6月翻译出版了远藤玉教授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再次引发全球华人对中国抗战谁是中流砥柱的关注。这本书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远藤玉教授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找到了中共特工潘汉年给日本军方间谍机构的一份长篇报告。那么这本书里边，远藤教授，你觉得你的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最重要的发现呢，没有想到那个毛泽东跟日军勾结，就是让他的手下的中共间谍向日方提供这个重庆政府的国军的军事情报，而且向那个日方提到这个停战这样的那个要求，我这个是很吃惊了，非常吃惊了。是什么样的一种动机和缘由使您想起来要写这么一本书？你和中国有什么样的渊源呢？嗯，那个原来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1941年，在那个中国的吉林省的长春市出生，然后那个国共内战的时候，就是说解放战争的时候，1948年，
我住的那个长春市被八路军围困，饿死了好几十万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那个体验，所以对毛泽东呢有这个很矛盾的感情吧。就是小时候不是在那个中国长大嘛，被教育了嘛，那当然觉得毛泽东是在全世界最伟大的人，那么中国共产党也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每天都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等的，所以我以为毛泽东是真的为了救中华民族，勇敢地跟那个日军斗争的，就小时候一直是这样相信了嘛。长大之后，长大了之后呢，也是，还是对他的这个有一种佩服的那个感情是，还是很难消灭的。知道他是那个建国之后，就是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几千万的那个无辜的老百姓，知道这样的事情，也对毛泽东的这个佩服的感情是很难消灭吧？一般是不是？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话，那有那样的情况下，但是我的那个兄弟姐妹也是在那边饿死的，在围困长春的时候。哦，有饿死的。饿死了呀，我家里人也饿死了。那么八路军的子弹也射中在这儿，我有身体障碍，所以对八路军毛泽东有很矛盾的那种心情，但是还是觉得应该佩服。但是有一天呢，那当然知道毛泽东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都知道，也还是那个心情上不是有一种那样的那个佩服的感情吗？然后有一天，那个日本的很有名的那个新潮，这个叫做在哪里有呢？啊，这里有，叫新潮社。新潮社的新书，新书是这个这么小小的包，那个包包的一本书。那么这里要求我写那个关于毛泽东的一本书。我说那个关于毛泽东的书的话有很多，已经有很多，而且那个文化大革命呀，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反右运动等等的那样的事情的话，见过以后的事情的话，描述他的那个书是在全世界都有吗？所以我说，见过之前的话可以，见过之后的话就不感兴趣。然后就解放战争的时候是怎样了？这个是我自己体验了。然后那时又想了，那么日本战败之前的话，抗日战争的时候的话，他会怎么样呢？又非常对这个感兴趣了，所以开始调查了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的他的行动，然后发现了他是跟日军勾结的。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租界被称为孤岛天堂，南风清凉，夜莺啼唱，灯红酒绿中荡漾着夜上海的靡靡之音，五步轻盈下涌动着各派间谍势力的暗流汹涌。上海有日军参谋总部的间谍机构梅机关，日本外务省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汪精卫政权的76号，重庆国民政府的军统、中统人马，延安顶尖的中共特工人员潘汉年、袁殊、关禄等齐聚上海，演出了一场谍战大片。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外务省特务情报组织的特别调查所于1938年4月在上海宝山路成立。特别调查所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统领，所以也被称为岩井公馆。岩井公馆分政治、情报、文化、武装四个部门，主要针对重庆的国民政府进行情报搜集、分析工作，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做决策参考。战后，岩井英一逃过了东京大审判，活着回到日本，并根据他当年在上海的经历撰写了一本回忆录《回想的上海》，详细地回顾了延安方面与日本合作的经过。日本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远藤玉教授，足迹遍及中台日。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远藤教授找到了日本侵华期间外务省派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主人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远藤教授2016年9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记者俱乐部应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的邀请发表演讲。在演讲中，远藤教授援引岩井的回忆，叙述了抗战期间毛泽东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袁书、潘汉年等与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和梅机关接触，亲自会见汪精卫，与汪伪日军间谍机构交换情报，共谋削弱抗日的国军，并试图与日军签订日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之间达成停战协定的历史内幕。It's a fact that Mao Zedong,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spired with the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Mao's single purpose was to weake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the Kuomintang, or KMT, led by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中国作家谢又田在其所著《中共壮大之谜》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结论。有一个中国学者叫谢又田，他写过一本《中共军队壮大之谜》，对吧？这个他是做了一些研究，他现在还可以回国，他还在四川大学还有一些兼职，但是总的来讲，这些方面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区域啊，不能说完全的禁区，但是敏感的区域，所以说官方体制内肯定是不会给你这个资源让你去做研究，只有民间你自己花钱，你自己愿意做。有这个时间精力做研究，而且这个出来的成果还不一定能在大陆出版，你可以拿到海外或者用英文出版，这倒是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空间还是很大，就是刚才我前面提到了有很多中共传统党史已经定论的东西现在可以翻过来重写，包括杨天石做蒋介石研究，他就认为他在这个斯坦福胡佛研究院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研究，看了蒋介石的日记档案之后，他说中共现代史，中国现代史整个几乎可以重写，就是说跟过去党内的说法差距太大了。远藤教授则从日本的角度，通过日本间谍的回忆录以及日本外务省的解密资料，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你这个发现主要是基于你在日本了解到的日本方面的材料啊，听说也受到了谢玉田先生的一本书的影响。对，那个他不是那个受他的影响，就是启发。说实话，我不知道谢玉田先生写了那个《中共壮大之谜》那样的书，在哪这个这本书，这就是谢玉田先生，谢玉田先生写的，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书的。然后那个我开始写这个毛泽东的时候，才知道了有这样的书，所以我吓了一跳。哎，那不查那个日本的内部材料也，中国的这个历史家是能达到一个结论，同一个结论，
但是遗憾的是他的书里没有这个日本方面的内部材料，所以如果我弥补这个日本的内部材料的话，也有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历史家历史方面的领域也有可能有一点贡献。是所以我拼命地找了那个日本内部材料，然后发现了这个最关键的是这个回想的上海这本书，对，这本的书已经很难找到了吧，这个很难找到了，在日本已经买不到，在国会图书馆只有一次，日本的国会图书馆只有一次。这个回想的上海是谁做的，这个这本书这个是那个就是毛泽东手下的中共特务的庞汉年，叫做庞汉年的这个有一位那个就是中共方面的那个特工人员嘛，对，特工的人员，他跟那个上海市的日本的外务省系统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跟他接触的。那么这个回想的上海呢，是就是这个岩井英一他本人他写了自己的回想，这里有很多的关于这个庞汉年的描述。哦，我也真这本书就是岩井英一写的回忆录，本人写的，本人写的那个回忆录。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就是1980几年吧。岩井现在还在吗？不，早就不在了。已经去世了。早就。你个人见过岩井吗？没有。没有啊。那是没有感兴趣吗？没有那个没有想过那个调查那时的情况。但是他通过这本书把他的当年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了，都记录下来的，应该是。而且特别关于这个中共的特务的人物，比如庞汉年或者袁书等等的，有很多的那个中共的特务，关于他们的那个描述很多。我也想了这个回想的上海有中文版吗？没有中文版，没有，只有英文版。哦，对呀，应该出一本中文本，我觉得这个哦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应该是很有史料价值。哦，对不对？是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在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咖啡馆里，一名化名胡月明的自称左派的人士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岩井英一举行了会面。这位胡月明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间谍潘汉年。从你的研究结果来看呢，好像是当时的日军呢并没有把中共作为他的主要的对手。那么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情报机关你觉得和这个中共的情报人员合作的目的何在呢？他们是不是想为了对付这个国军？也是，但是不是那个日方主动地跟那个中共的特务接触的，他们想不到那个中共特务跟他们那个接触，根本想不到，他们也吃惊了。哎，中共方面主动地找了日方，日方没有想到过，中共会找日方的这个外务省系统的这样的那个情报机关。所以岩井英也非常吃惊的，他写到非常吃惊。那么毛泽东跟日寇主动勾结是什么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呢？实际上从1936年开始就有这种计划，然后他后来通过一些这个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跟日军取得一些联系，但日军一开始的态度是怀疑，不太相信，但是慢慢的通过一些高层人士，尤其是潘汉年，潘汉年出面以后说明了是受周恩来的指示，那这时候日军才相信了这个中共的真实意图。他没有说是毛泽东的指示，但是他说是受周恩来的指示，但是大家也知道周恩来实际上是听命于毛泽东的。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潘汉年派去直接是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这样的一些原始的文件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掌握，当然我们相信周恩来不敢擅自做这样的决定，应该是通过毛泽东的，至少是首肯。所以后来呢，他跟李士群接触，后来潘汉年自己的说法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李士群带去见了汪精卫。这个话到底是真话的还是假话，这至今我们不能够有确切的答案。所以我相信这个毛泽东跟这个汪精卫之间是有这个私人交情的。当年在国民党中央的时候，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而这个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所以他们之间当时是有工作关系。那么当时汪精卫还是蛮欣赏毛泽东的，所以后来毛泽东跟汪精卫之间有私人的通讯方式，有的是私人亲笔信件请人带，所以他们俩之间还是有一种这种呼应关系的，那么所以到后来比如说这个汪精卫见了这个潘汉年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一些话，这些话到后来潘汉年实际上都没有交代清楚，或者说是在专案组审问的时候有没有说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没有向外界公布过。而且潘汉年长期做地下工作，做这个情报工作，他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那么他虽然是1977年才死的，但是他在死之前有很多真话他不敢说他实际上从1955年就已经被关押那么失去人身自由。本来他地位是很高的，因为这个中共的情报这条线呢，过去是周恩来、李克农、潘汉年他们这条线下来的。潘汉年当年的地位是要高于罗清长这些人的，罗清长后来当过这个中共这个情报系统的头子，后来是乔石，是吧？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这条线，我们就讲一直是长期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但是一定是得到毛泽东的授意，他们才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包括毛泽东写那个《论持久战》，大家都知道那个是抄袭之作，主要是蒋百里的，就是蒋百里是这个国民党里面的一个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女儿后来嫁给了那个钱学森，是钱学森的这个老婆在蒋百里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家，他写过《论持久战》的这个著作，毛泽东是抄袭了他的东西，包括蒋介石也写过类似的东西，也被毛泽东运用了很多。所以后来有人这个开玩笑说，到底谁抄谁？我们看发表的出版的年月就知道了。人家的两个著作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出版之前啊，是吧？所以怎么可能说人家抄毛泽东的呢？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老报人顾雪庸，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原书》一文中写道，潘汉年和严璟会见之后，随后在中共另一位特工袁书的陪同下，与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营佐真昭举行了会见。严璟和营佐知道潘汉年不是一般的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的特使，因此对潘汉年特别重视，不但给他发了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月明的化名按月在严璟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还在当时上海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据中国军网军事解密系列对中共红色特工袁书的介绍，在日方为潘汉年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双方达成了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潘汉年与日本间谍机构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战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双方均获得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战区后方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严璟在《回想的上海》一书中记录了中共特工人员潘汉年提出签订日军和中共军队之间互不侵犯停火协定的细节。一天，潘汉年通过袁书主管向我提出共产党军队希望
和在华北的日军停战，希望我能够和日方联络，帮忙进行交涉。我虽然对军事的事情一窍不通，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和共产党军队战线犬牙交错，就算要停战，也会有许多具体如何实现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是我被人拜托事情的时候，就算是觉得不可能，也不会一上来就拒绝掉，而是尽自己的努力帮忙。所以关于潘汉年的这个请求，我决定先去拜托营佐，看看他觉得可不可行。所以就在联络了他之后，让袁叔带潘汉年去南京的最高军事顾问公馆和营佐见面。潘汉年经过营佐的介绍，也和汪精卫主席见了一面，估计他们之间可能商量了关于和汪精卫政府和平部队之间停战的事情，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回过头来谈岩井英一的这个回忆录，这个啊，回想的上海，里边详细的描绘了这个共产党人和日本人他们之间交往这个啊、这个活动啊，特别是这个中共间谍袁叔和潘汉年与日军的日本这个在岩井公馆与日本间谍机构的那些活动。那么你觉得，有的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毛泽东或者是延安方面派遣间谍打入日本间谍机构的内部来获取日军的情报，你觉得这个观点站得住吗？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是有两三个原因不可能的事儿。一个呢是岩井英一是外务省的人，外务省的那里没有军事情报，一点都没有。所以在那个回想的上海的，就这个地方，这是第几页？165页，165页的这个地方呢，也写到，明确的写到，那个潘汉年，向那个岩井英一申请了停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那么，他一点都不知道军事情况，所以只能把潘汉年介绍给银佐。银佐是就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最高的军事顾问，就是日本的军方的人，所以只能介绍给他，让潘汉年跟那个银佐交涉。然后潘汉年是通过银佐又跟那个汪精卫见面等等的，这样的事情都那个仔细的情况都在这里写到的。当时岩井英一他们知不知道潘汉年是共产党的人，或者袁世昌是共产党的？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他不是说就是利用一个商人或者利用其他的身份隐瞒了自己的这个共产党的身份，想打入这个岩井公馆，不是，完全是共产党。那完全是共产党，因为袁叔是这么说的。袁叔跟那个岩井说了，有一位中共的很著名的那个人想要跟你见面，他是跟周恩来一样那个比较高层的人，然后说他的化名是胡月明，所以但是他的本人的那个实际的名字是潘汉年。不过你伪装不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就是认为他是那个胡月明，所以跟他见面的时候叫他胡月明。袁叔叔跟那个岩井英一这么说的，所以就岩井英一跟那个潘汉年见面的时候，他知道对方是潘汉年，但是跟那个潘汉年说胡先生什么什么的，然后也知道他是中共的间谍。我想这本书里边最引人注意的恐怕就是潘汉年啊，向日军提出来要和当时侵华的华北的这个日军停战这个东西啊，或者和日军签订一项互不侵犯的停火协议。那么你们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提议的过程，以及最后这个提议到底有没有实现？如果没有实现的话，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岩井一那本书里会议里，他没有办法那个接触这个
日方的军事情报吗？这个当时的外务省政府，外务省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和那个日本军队是完全分开的，他那个装置嘛，日军的那个当时是那个装置吧，所以只能政府也只能听从那个日军的日军的那个命令，当时是很奇怪的那个一个关系吧。和日本华驻华的日军签订互不停火的协议 对这个结果是怎样呢？这个结果是怎样？这个是岩井俊一本人是不知道，他说大概不行了吧，是这么写的。因为那个太复杂，那个华北的日军和那个中共的那个关系是很复杂，所以不是那个单纯的那个就停战就停战的那样的状态吧，所以好像不行了的，他是这么写的，所以实际是没有成立吧，可能没有写这个签字什么什么的，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实际是合作了不少，因为那个毛泽东的愿望是他当那个就是中国的那个帝王嘛，是不是？所以那个他最希望把这个蒋介石国民党的那个军队的力量弱化，所以如果那个日本很容易拿到这个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很容易打这个国民党的话，那当然是对中共有利嘛，是毛泽东会高兴吗？是。那么我们现在说潘汉年代表延安方面，或者亲自受到了毛泽东的面对面的这个口谕，到上海去和日军接触，那么也和日本外务省的这个间谍机构也接触了，并且和日本的军事部门也有了接触，向他们提出了这个想和日军签订互不侵犯的停火协议，但是这个提议是现在是找不到了，对不对？现在在日本军方方面的有没有开进这些资料，能不能找到这个原始的资料，到底他们是怎么样什么样的条件和日军互不侵犯互相停火，这个可能我也那个没有仔细地查到这个日军方面的那样的那个档案，但是吧，我觉得估计，就是潘汉年是申请，然后就申请停战，然后希望日军不打中共，专门打这个国民党军，这样的。往这样的方向走的这样的全体的情况是有，但是我觉得估计没有那个在什么什么的地方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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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样的那个条约那样的那个签字的那样的形式存在吧，不存在吧，我觉得不存在，也可能就是不可能存在，也可能就是和军方会谈然后表达了中共军队的这种愿望。那么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事实上看出来，日军飞机对重庆对上海进行过多次轰炸，轰炸的非常厉害，对，但是华北在这个对延安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轰炸，对，这是问题，这是为什么呢？你说这是问题，这个如果现在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个证据啊，但是如果中共方面没有向日方提供国民党的重庆政府的这样的军事情报的话，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能想象的，但是这个证据目前还没有找到，就是日本军方没有去大规模的进攻延安，没有对延安进行轰炸，延安与此同时呢经常举行大型的活动，扭秧歌啊，开群众大会啊，这个大生产啊，唱歌呀，就跳舞啊，这个
有很多这类的活动，结果就是在日军占领华北期间，这些事情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下去。你认为这个和潘汉年与日军的接触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现在没有把握这个证据，但是我觉得估计这个肯定会有那个密切关系，不过现在没有找到这个证据，没有找到证据的话我不说话，一般是那样。我是我们现在的找到的证据，您现在找到的证据就是这个潘汉年到了岩井贵宾岩井这个公馆和岩井有过接触，岩井把他介绍给日本的军方，然后具体的就是说他们与接触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日军达成某种合作和默契和停火，这个可以证明吗？这个可以证明，完全可以证明，有证据吗？中共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也开始发表关于原书的文章啊，什么岩井公馆始末呀，其中也谈到了日本情报单位岩井公馆啊，向他们提供了这个活动经费，是情报换经费吗？是中共提供一些情报给日军，日军反而给他们活动经费，是这个情况吗？以情报换钱吗？潘汉年向日方提交给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嘛，那么为了这个提供费，日方每月给那个潘汉年提供费，当时的两千港币，2000港币是相当于当时的香港的公务员的5年的年收入，每月给他们这些，然后还有那个每次都说我们要发刊什么什么杂志什么什么的，找很多的理由，就要求严谨一万港币等等的，这样的话就好几百年的那个年收入都在那个潘汉年的手里了，所以作为这个日方的那个外务省的官员里，使用这个外务省的机密费最多的人是岩井，因为这个原因，他是被从上海的那个领事馆，就是降级到那个广东的那个领事馆去了，因为他使用的给中共的那个机密费太多，在全日本的官员里，使用机密费最多的人就是岩井，他自己写了。换句话说，中共延安部延安方面派到这个上海的特务机关的经费，这个是日本的外务省间谍经费提供的。可以这么说，外务省的机密费，机密费提供的，对，提供给中共的这个间谍机关，为了中共发展，多少呀？日军，那么日本当时的日本多少呀？因为那个日本国内也有很多的饿死的人嘛。日本从中得到了什么？日本得到了就是军事情报啊，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换句话说，得到的这些情报，他们可以更有效、更有力的打击国民党的抗日。更有效的能打这个国民党吗？那就哪一天他们也想就是胜利吧？当然这么想吧。另外一个是他们想要那个国民党政府的其他的情报，因为他们是早一点结束这个战争，很奇怪呀。一边那个那么的那个厉害的就是进行那个侵华战争嘛，那另一方面他们很愿意很希望跟那个蒋介石打这个什么和平条约结束这个战争，有两派的主战派主和派，对，在日本内部，对对。我看到你在书中提到了中共情报人员廖承志就战雀巢这件事情，这怎么回事？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派了很多的中共特务到那个岩井公馆去工作，
所以盐井公馆的那个很多部分都被中共特务那个占领的，所以中共特务的一个就是基点了吧，据点了吧，就是日本的外务省的一个间谍机关盐井公馆，最后成了共产党特务活动的一个窝点了。对对对，他们两派的两方的共同的目标是国民政府，打国民党，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部队，是 对不对？是，完全对。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权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泽东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事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泽东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回忆了他在新乡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见闻：“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们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决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在国难当头时，这样一种手段是不忠不义而有过之。而蒋介石的国军在抗战期间发动10万人以上的会战22次，大型战斗如台儿庄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国军中陆军阵亡131万9000人，加上失踪和负伤，共321万1000人，空军阵亡4300人，阵亡将军211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5人，少将158人。日军在正面战场遭遇国军浴血抗击，深知以日军的财力军力不可能吞并中国，遂采取以战养战、和谈诱降等计策。南京沦陷后，日军多次派人向蒋介石谈判诱降。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倭寇亡我之心不死，无和平可言也。”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深知中国之财力已难支撑抗战，暗中派人赴港于日谈判，蒋介石获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今后再有人与日寇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于是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而毛泽东则不同，为了实现他的连日连汪反蒋的三国志战略，主动派人与日方以及汪伪特务机关接触谈判，以期达成与日伪停火的默契。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是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机构的驻地，在汪精卫的直接领导下，由特务委员会周佛海、
丁默村、李士群直接指挥。您在书中还谈到了汪精卫政府在这个76号上海，梅斯菲尔路76号的特务机关的，这个勾结，李士群是不是？您谈谈这个情况，他们为什么要和潘汉年为什么要和汪精卫的特务机关这个联络？因为汪精卫也是那个对抗，蒋介石而成立的一个那个政府嘛，南京政府嘛。那很早以前是那个跟那个蒋介石和那个汪精卫的关系是好的，但是慢慢的那个分开了嘛，就是汪精卫是站在那个共产党的那方，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合作的那样的时候，然后就蒋介石和那个汪精卫的意见是那个对立了嘛，有冲突了嘛，然后所以汪精卫也是跟那个汪精卫政府勾结的话，也能弱化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所以潘汉年就是跟那个日军本身也那个勾结，另外跟那个汪精卫政府的那个76号的那个地方也是勾结的。您说您说这个汪精卫代表的这个潘汉年代表的延安方面与汪精卫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这个条约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和汪精卫还签订了一项密约，对啊，想要那个跟他们也和好，然后就跟他们也共同努力打这个国民党军，是想要这么做。但是那个在因特网上就是出现了一份毛泽东给那个汪精卫写的一份信。不过我也看到这个信呢，我觉得实际毛泽东是写了吧，可能，但是那封信在那个因特网流行的那封信我觉得是假的，那是不是真的。但是实际这样的那个给他写了这样的亲信的可能性是有吧，但是找不到吧。延安方面和汪精卫的密约你有没有找到？有没有那个有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证据找不到。如果找到这个的话，那就也只是他们的回忆录里边提到了这个。只是他们在回忆录里边提到了他们和汪精卫76号这个延安方面和汪精卫的秘密间谍组织的联系，他们希望那么做的，希望那么做，所以跟那个汪精卫接触的。但是呢，李士群也接触，但是严谨写的内容是不是李士群什么什么的，跟李士群的关系是潘汉年传或者是潘汉年情报生涯。在那边写的都有提到，在大陆的那个出版的那本书里写的，那个严谨的那个回想的上海里提到的是，通过银锁，潘汉年见了汪精卫，就是写了这样的那个流程的一个关系。我想啊，当时既然他们和日本的军方都已经公开的联系了，那么和汪精卫的伪军更容易沟通了。是啊，反正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削弱国军。对呀，所有的目标都在这里嘛。因为那个毛泽东想了，哪一天那个日军是会走出去的，会那个什么从中国就出去嘛。作为一个日本教授啊，你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从日军的角度上看，那么到底是国民党是抗日日军的这个主要的对手，还是共产党？当然是国民党吧，因为是跟中华民国那个斗争的嘛，战争的嘛，就是抗日战争，就是侵华战争，是中华民国侵略了中华民国嘛，所以对手是那个中华民国的重庆政府吧。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you and other peoples to lay a true and lasting foundation which would make it impossible for any arrogant or predatory neighbor to plunge future generations into another orgy of blood. 日本战败后70多年过去了，当年中国大地上的三国志，在今天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敌人和朋友已经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国共间的血海深仇，随着国民党诸位大佬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而烟消云散。当年太平洋战场上的死敌美国和日本，则结成了亲密的盟友。然而，日本教授远藤裕通过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挖掘出延安当年连日连汪反蒋的证据，对今天中共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继承合法性提出的质疑，仍然让我们感到往事并不如烟。